吃饭今天吃辣椒。这一碗乱七八糟。再来两个酸辣生姜下饭。有一点点辣，辣，再来一个。
这一碗饭是真的有点辣，越吃越好吃。今天雪雅来推荐我们四川的香肠，今天我吃的是麻辣口味的烟熏香肠，一袋一斤，倒加温水洗洗，水煮三十分钟就可以了。像这样这个大一点的话一斤就五根，然后小一点的话一斤有七根，六根七根。冷烫，这个香肠最开始之前一斤的话是39.9，现在是减5块啊。倒加温水洗洗，水煮30分钟就可以了。肥瘦相间，这是我带货带了有差不多4年。麻辣，哇，好烫！好好，拜拜。